欢迎回到韩国流行音乐最前线，我是面瘫始祖荣嘉。啊，过了很久，终于又制作了这个节目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恳请大家多多帮忙分享或是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凌晨要天亮了，然后转发的流量比本身这支影片还要多流量，真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的反应。好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，或是看十次一百次都可以，随便你。那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呢，你可以在我的 IG 上的现实动态留言，你想要看第一集哪一支 MV 的完整版，就是制作时程如果够的话，就会推出完整的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完整的，就请帮我多多的冲流量。一样呢，今天节目是童真2020十大的歌曲，那今天也会因为不同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，那就开始吧。首先是最佳夏日单曲《女朋友的芒果》。芒果，芒果，夏天成熟才会有，但是荔枝可以卖你。芒果，芒果，搭配刨冰真不错，牙齿踢踏踢踏，敏感性。接下来是最佳主动告白歌曲一集的《别羞》。Hello Hello， 未来里绝配绝配养猫咪，虽然不知道你是否过敏，但是我就是想要养， yeah, 因为我的心属于我，喜欢你是我的自由，你的心是你的没错，告诉我吧，因为我不会害羞。别羞，非我，难道你会害怕？别羞，别羞，非我，不要怕，怕怕怕怕怕怕。别羞，非我，难道你会害怕？别羞，别羞，非我，我想要你，因为我不会害羞。再来是最佳始新歌曲，一个粉红的淡淡蓝。我的心淡淡啦淡淡啦啦，比谁都还要冷，哭的你是该离开我才行，拜拜 baby。 淡淡淡淡啦，不这么感到难过，眼泪也没有流下来，死心了，淡淡淡淡啦啦。再是最佳口是心非歌曲，欧我女孩的别停。真绝对无法对你说出口，社交手来手来，哦那那那那那，哦社交手来手来，哦那那那那那，你这个大笨蛋，社交手来手来，别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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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大笨蛋，社交手来手来。再是最佳久等了歌曲《收米》的《滴滴单虾米》。芝麻茶滴加咖瓦工，工钱处理滴单虾米，我一滴滴单台，单咖花龙回去，我滴零珠水，工钱处单虾米，尴尬你已经在，我对你的感觉，但是为啥我怀疑你，你到底单虾人？再是最佳违建歌曲《妈妈木》的顶家，顶家顶家了，夏天受不了，我想喝杯酒，那个那个必须顶家顶，冬天的时候啊，顶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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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醉夸了你醉呀。再是最佳放尊重歌曲《这类戏》的阿纪姐姐。快叫我阿吉姐姐，阿吉阿姐姐，好你早干了不哎，阿吉姐姐，都清楚把几条，阿吉姐姐，哦哦哦哦。再来是最佳警告歌曲，一共有两首，一首是退货姐妹会的《北荡卡瓦》。这个不破你被当卡我，但心我心情好，
慢下王冠，耶耶，我心情好。吃久无看你袂当卡我，但是不免卡吃好我，真好笑。我家己包会我，啥物拢唔惊。不是想偷穿，我做我家己，不免看别人面色。吃久无看你袂当卡我。再来是双面派的布兰拉岛。你不知何时砍掉。叫你回家你不要，我的利益就是没收，你没有拒了我再次警告。忙啦，呜哦，忙啦，呜哦，你现在是他的样子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你现在就给我回家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不能拉倒。最后是最佳在地美食歌曲 Ice One 的阿爸爹。呜阿爸爹，来酸酸酸，看看我们小菜牛奶，来酸酸酸，呜阿爸爹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同整2020二十首最佳什么的歌曲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本节目啦。那已经出到第二集了，第三集我就真的不确定，因为啊，经费跟制作人的体力真的可能没办法了，因为拖那么久，制作人就是长了泡子，所以可能有没有办法自作。那先看起来，可能制作人爽的话，就节目就会延续下去，还是要靠大家多多帮忙，好不好？那以上今天的韩国流行音乐最前线就到这边，我们可能下次不会再见，有可能再见了，拜拜。顶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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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心卡拉米醉呀。